我们首先请杨文先生给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单手俯卧撑。哎呦妈，单手对于郭老师来讲太难了吧，对于我来讲也很难啊。哇，糟了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比赛。好，这个挺复杂的哈，你能做多少个？大概三个。你才能做三个？我挺难的。真的、啊？你试试。郭老师挺难的。杨云先试一个，我们看一个，好吗？你准行。我做不了。啊。哇！郭老师双手做吧。完了，伤了。这个我觉得。伤了。我觉得难度系数太大了，我们改变一下比赛规则，双手吧，好吗？双手。好，我们都双手吧，好吗？双手。一根。一个，两根吧。你在骑我身上呗。三根吧，三根不过岗。三根，好吗？三根你来过呗，有没有支撑点？你来。四根。这还差那一根干嘛呀？那么现在就开始了，能够参加今天的比赛啊，我心里非常的激动啊。感谢培养我的老师和观众，不激动啊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的比赛赞助商啊，北京德云社，北京德云社郭家菜，感谢北京德云川西社，感谢德云华府特别赞助啊。你没什么可说的吧？那咱俩就来吧，来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！我不来了，太累。我来，我不来了，太累了。我来了几个？您60个？我都来60个了。62个。我62个是吧？62个。他来了十几个？没拍上，去你的！感谢天津 TV， 感谢天津卫视，谢谢 TV 卫视。啊，什么叠位呀？谢谢袁鹏啊，上。哎呀，来。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二号岳云鹏和二号杨威，一起来啊！快，预备开始！走了，让他俩坐着，我们走了。好吧，我们坐着聊好吗？好，刚才我们统计过之后。岳云鹏一共做了是48个啊，杨威是3个啊。你对比赛表示满意吗？我觉得本次大赛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进行得很好。好，谢谢郭老师，谢谢当事人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我们比赛的第三个恐怖项目——两头起。两头起，让他们俩来吧。你这个裙子能行吗？哎呀，这是我们特意设计的这个项目。撩人家裙子，什么嘉宾这是？不是，我跟郭老师都非常的期待。啊，对不起啊，他说的是实话啊。这边是杨威啊，我们这边是岳云鹏。好，看谁先做到10个，我们的时间是10天啊。预备，哎是。还像拍戏的，开始，走，一个，不是，我们明白，就这么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就这么来呀、啊？再来，好，我不来了，你起不来，根本就。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，一，走，预备，开始，走，一，是吗？累死我了！我宣布，本次比赛岳云鹏获胜。Yeah! 一番比拼过后，今夜运动会圆满结束。本着老郭一贯的不公平、不公正的规则，我们的奥运冠军夫妇只能接受失败的现实了。